山神许愿说，把我变成一台照相机吧，这样我就可以所有的人都对着我笑，然后跟我玩了。他叫 Touchy， 一定要跟他有一个触摸，他的眼睛才能打开。水晶球，对啊，拿水晶球，好，拿水晶球，然后你另外一只手碰碰它。你好吗？多谢老师，多谢老师，不然他看不见你呀。哇哇哇哇哇哇！猜了猜了，看到了，哇！头没有用，头没有用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十秒要看住我的眼睛哦 ，OK， 下哦，这是谁呀？他真的好吗？哎，还有谁？还有谁？小雨，耶，看到吗？看到吗？哇！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带着你去玩，带着你去玩。